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我爸欠了人很多钱，给我留下了1000块，他就走了。还有呢？我爸我妈去年离婚了，我妈嫌我爸这辈子都没什么出息，就跟一个做海鲜的老板走了。走的时候也没带我，他说带上我，也给不了我幸福生活的。我爸是个司机，给老板开车的。他说我这辈子也没有坐上奔驰宝马的命了，也就这样了。他还说我不是读书的料，能找到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就不错了。就算我考上了大学，他说他也没有钱供我。我不想成为我爸那样的人，我也不想成为我妈那样的人，我更不想成为你口中说的那样的人。那么，你想成为哪样的人呢？我想成功，我要挣好多好多钱，我一定要过上他们觉得我都过不上的好生活，让他们都后悔抛弃我。我需要这份工作，让我干什么都行，清洁打扫、刨腿打杂，我干什么都可以，管吃就行。哭什么？哭有用吗？哭能解决问题吗？出去吧，赵明哲，我只有你了，你帮帮我吧。楼下厕所堵了，去通一下。快去啊！